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交易人生，我是高维旭。现在投资朋友面临的就是什么低档的股票产业利空的情况之下，你之前也没有进场去做一个偏多布局的这个操作。第二个是什么创新高的股票如果没有机会的，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获利拔档下车的动作，或者是创新高拉回量缩整理之前没有参与到的，能不能重新在量缩整理的情况之下去做一个介入。这些东西其实是现阶段你每天都要面临的操作一个决策，这个很重要哈。我们现在跟正在替我的会员做这件事情，闹得会员赢一场引以为荣的战役啊！债券指数创下了29年的新高，很多个股的操作难度就是你必须去做选择了。什么股票它是有机会，什么股票它是没机会的。可是不管在做任何的交易的动作的决策的前提，你一定会出现一个心情，叫做害怕。该买的时候你会害怕，该卖的时候你舍不得卖，你也会害怕。这是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。现阶段维旭正在帮我的会员做这件事情。做这件事情。我们怎么做？我们怎么做？望红。9月2号告诉你整理在攻的买点。买点告诉你的，机会点也告诉你的。风险也告诉你了，建议逢高获利下车。9月19号、9月20号，我们带会员这么做的。9月2号买进网红，买完之后尾盘拉上去。9月19号带会员市价获利出清，赚9%。我们等待什么？等待了14天，14天的投资朋友，我们带会员是这样做的。19号卖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到14天，我们买进什么？华勤，我们是这样带会员这样去做一场引以为荣的战役啊！来看一下我们华勤怎么做。我们等待卖掉旺宏，赚了9%，拿了9%的报酬。我们等了14天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旺宏没有机会再创前高了，没有机会再创前高了。所以我要做什么？买华旗，不是朋友，这是机会点。你在这边买都可以，但是我买的是这个位置，买完之后隔天涨停板。10月14号买进的，买完之后，10月15号涨停，涨停是什么？会员持股续报报警，看一下华旗今天再创新高，这边买进，今天再创新高82.2元。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，我正在帮会员创造一个第四季可以引以为荣的战役。搭上回去的车队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场，什么时候该退场。我们可以等待14天。这两档股票够吗？不够。我们带会员做什么？我电话盘中连线的时候，10月21号连线，平台整理看空，筹码相当集中，仍然看好。10月20号盘中连线的时候，但是我在事先在这个节目上跟投资朋友先事先做报告，在9月19号第二个买点在这里啊，你能不能提早进去卡位上去量缩整理？如果他有机会创新高，你要不要进去？当然要进去。可是你怎么判断他有没有机会？就是维旭的专业，维旭动态筹码的能力啊。9月11号市价买进康控，173元。康控现在的价钱是多少？盘中还到201，今天还在哪里？还在196、197。我们173买的，你是不是可以享受这段的获利？还是你要这个时候突破再去买？我正在帮会员做这件事情啊。高档，我认为没有机会创新高的，我们获利下车。望红。果然也没创新高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等待14天去买的华勤，这个才创新高啊。核心持股的康控今天再创新高，昨天涨停板，这是你要面临的交易决策啊。甚至低档的产业面很差的，都是朋友。坦白说，这边的样，这边大家都认同它是底部。长线的底部，可是真的敢买吗？不敢买，包含的筹码面，那时候外资持续在卖，而且产业面跟公司的不利的消息，
让你即便你知道它是低档，你也不敢进场去买。重点来自于你想要赚钱，不是这个时候才去追鸿海，而是在这个低档区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从容不迫的进场，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交易动作。鸿海8月20号就跟投资朋友报告具有投资机会，外资卖超力道降，卖超力道降低，股价低于净值。投资朋友看一下鸿海近期外资是不是疯狂的买进它？我是不是在这一段时间就跟你报告了？这一段时间会如同这一段时间拉上去的，再拉长一点也是一样拉上去的。我都事先跟您做报告了，8月20号在这市价买进鸿海72.7，即便在这边买进之后拉下来，8月26号打到前波低点，多少人跟你说看不好啊？微旭买错了是吗？不是的。你懂得法人开单，你懂得他未来产业的前景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要做何的交易动作是什么？买进他加码，8月26号市价加码，带会员71.8，在这里上去又下来，好不容易可以打下来了。投资朋友，一般投资朋友会卖掉，因为你不懂得法人未来会不会开单买它，你也看不到公司未来的产业状况，你只是以现阶段你看到的消息面，你觉得鸿海不行。那是我都跟投资朋友报告打下来，前面没有买到的空手投资朋友，反而这边时候是你很好的一个买点，铁密买点。之前有买进的打下来，不要害怕，应该要做一个什么会动作是什么？加码买进，看我们怎么带会员做。10月1号，加码买进，72.5，投资朋友，买进，打下来再买，打下来再买，拉上去创新高。我正在帮会员做这一件事情。你越早加入会员，你越早可以跟得上微旭的交易动作的脚步，你越早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交易风景。你什么时候要进来，取决于在于你。我还是会带会员做一场引以为荣的战役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欢迎跟我线上做联络。我是高伟旭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获利满满，身体健康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